Hello， 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 DTV 游戏实况的那个什么大金刚战旗系列。对，然后上次呢，我们玩的是这个什么三之二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卡在这个中间点，就来吧，刚好过一半嘛。来，就喷血。这边都是刚想说过，这应该蛮有趣的，非常好，完美无缺的过程。接款就好了吧。这机会好像是我们走向的，为什么要搞得像走迷宫一样？我看到那猪的中心点，这样子就代表说，只要一个地方不小心走错，就要全部重来一次，好讨厌。哦，终于，你们这些机器想死啊！我大概知道这里是哪里。这个是什么？那轮转的那个。哦，对，我要随时看准是哪里会开始在动。喂，对啊，看准这里，这里在动，在走。非常好，对。哎呦，怎么这么难啊？看这游戏还真是要动点脑筋。难道我都已经拿到那块嘞？非常好，我们刚才欧没有拿到，抱歉。如果你们比我高干的人，可以自己上去拿看。喂，哈，天啊，好多人才过去。搞错了吗？呀，是真的。手脚还有眼睛都动得很快，不然随时都可能死。呀！喂，气死我了！快点啊！好，开始啊！别搞笑了，这一点都不好笑，真的，真的，你亲自来玩就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。哦哦哦！对呀，非常好。我该怎么走到那个桶子里？走到桶子里就万无一失。哎！连环炮弹吗？这个，
只有一点点机会，不，只有两次机会，只有三次机会。对，只有三次机会要射进去。这些有些没有毛的鸡，然后用干那个。刚才就要踩这个，对，我们刚才就踩这个上去。
了吧？太阴险了。谁告诉我？说话！因为我刚才我还以为你要死了，原来躲还真巧妙。哎，这个呢，你滚开！就一定会用到嘛，要有什么办法？聪明亮亮。你觉得上面亮亮会不会是某种特异的东西？你觉得？搞搞。喂，到底是怎样？我根本就没有碰到他，为什么会撞死？狗屎运啊，狗屎运！闪一边去啊，你这些废物！至少我先拿到一颗星。哎，这根本不可能吧？哦，对，用炸弹直接让他炸他就好了。我第一打是比较快的。对，那上面真的亮亮的。跟你们这些螃蟹还有关系？到底是要怎样啊，奇怪？哦，奇怪欸，天啊，这关快要把我惹火，去死啊！根本没有碰到你，下地狱啊你！把自己炸死了。那我们这样子
接入侵别人的海盗船。你怎么跟上面没有关系吗？还没跳上去。快来，最快！来，让我过，过。然后接着，吼！天哪，这怎么这么难那个啊？掌控那个时机，喂！我要现在第一炮，现在要多炮，白痴啊！被杀枪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接智能低的螃蟹。对啊，应该跟那些螃蟹没有关系，可能拿不到吗？你觉得怪怪的，应该不会这样子、啊。哎，对啊，没有，没事。敢对我丢炸弹，不要紧，想多了。又跑不上去。翻了两套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转几秒钟就好。对嘛，我就知道一定可以拿的。Good。赞。加上喷在海盗船队吧。那橘子全部拿到了。哦，谁？我懂了，大家知道了。断你！哦，这边有一个。哎，你这样子那就变成路了吗？大家知道怎么过这关吗？哎，天啊，气死人！这时机要抓得很好，完全死 ，good， 这真的 good， 终于啊！哎，你刚才是不是看到一个金币在那飘啊？跟这个有关吗？哎，对，这
个绳索是不是可以抓你？对嘛，我就知道一定是可以的。那这样就应该算是过完全部的关了吧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能不能过完三十四吧。 OK， go go go。 来来来，走。不过光三十三就搞了我们那么久了，不知道三十四会不会花更久。这关看起来很危险，才怪！通常那种一开始很安详的关，到最后都会没有离离扣密道之类的。是地底湖吗？哦，对，这真的是地底湖。哦，超级扣了！被下降，在那个之前的东西。为什么这种地底湖里面会有鲨鱼啊？太不合逻辑了吧！真的啊，地底湖里面怎么可能会有鲨鱼？哎，这样绕一圈之后有没有什么用？这关不会又是什么云霄飞车吧？嗯，太小了。哦，天哪！不过至少知道看到后面要怎么过。被下降，走开！你这地底湖根本不可能出现鲨鱼，好不好？直接走这样出来就好。密道站，就是这种机。努力把地撑高的飞机，看到哦，被压扁。哦，我第一扣死了，就连我一起带去死了。我宁愿第一扣自己去死就好。喂。好，到底困难这关多久？其实才一点点。你这鸡真的很欠扁哎。先拿着，你别不许不许，刚好打死。这地底湖也太恶心了。去死！不过你为什么不自己跳海呀？一定要把我把你逼死，对不对？还一根香蕉串起来。对，你是要需要这个啊。这个家伙呢，就是被杀掉。没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一块地图，应该用不到，所以应该是要重新取得一次。这样，这刚才那块蛮简单的。这太多鸟了吧？
蹲一点。下面下面，对，真的。又要吃这个吗？哇，你们吃吧，差一点点。第一口的声音，哎，这声，我来了，第一口，才使努力小把弟增高的等级。哎，我还想看看是不是什么，哎，哎，对，那电风扇，对吼。那么傻，那么呆的，去死！不知道那个